非常多的朋友已经支持了，今年是璀璨之星的第八届，就支持了我们八年。当然也谢谢非常多我们原本一零的璀璨之星也同时在现场。那每年举办这个活动呢，我常常都说，我们是希望给台湾所有的这些年轻的孩子们一个非常正规的平台。当他们喜欢表演、喜欢创作，然后喜欢演艺圈的时候，他们有个很正规的管道可以进来。那当然，另外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台湾未来所说的文创上面最重要的力量。常常我做每一年在举办的时候呢，不是给这些孩子机会，同时也给我们这一些在这个领域里面一起工作这么久的人一些更创新的想法跟更活泼的力量。所以我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够莅临现场，也谢谢大家，同时也希望大家多多把这个讯息散发出去，让更多喜欢这个行业里面的孩子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的机会。谢谢大家，谢谢。